啊，不行不行，那杯子我用一下，我操！啊，不是不是，这人素质怎么那么低呀？战争前的宁静。你有病啊！啊，你弄我手上干嘛？你干嘛？哦，什么？不是我弄的。你接水了？没事，小姐，没事，小姐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是拍摄短视频的，我们这段视频可以发布到网上吗？好，那你要拍什么？